少壮。啊。材料买回来了。不多。单子我还没来得及看。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就忙嘛，大家都忙自己的。如果今天早去店铺找你们。不急。喂，贾小朵。哎呀，你还睡呢？都几点了？赶紧给我起来，给我拿点东西。开门！哎，我没让你开门，快开门！我还以为强盗呢。什么？少子会出去了？哎，那正好，昨天那套破衣服他有没有穿出去啊？没有的话，给我拿过来。啊。我在你们的小店铺呢，哎呀，乱七八糟的，啊，那我等你啊，好。哎哎哎哎，都几点了还睡啊？来来来，快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起来！哎，我不睡干啥呀？你干啥？把衣服穿上，赶紧刷牙洗脸，出去吃东西，给赵子慧买衣服啊，顺便再买两张火车票。两张？啊，你一张我一张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回了？我又没说你要回，我就说买两张火车票呀。妈，我服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正经的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，合有合的道理，散有散的道理。强扭的瓜不甜。你看，你妈从来就不逼你，是吧？哎呀，你从来都不逼我。那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逼一逼的。你想什么时候走？我无所谓啊。一个月以后。那太久了吧，所以要你说嘛。明天上午，下午。洗脸刷牙。两三天没看见他了，去昆山了，找我姨娘。你们家昆山的，不上海人吗？昆山不是上海的呀，让开让开。别垫了，这破洗衣机。哎，别洗了，跟我去店里。不去。你买的材料你不去，清点对账。徐天要回家了。回就回啊！不回来了。那钱不退，他自己吃亏是他的事儿，股份大家分掉好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怎么了？徐天走了，饭店就不做了。你做饭店为他做的。他谈恋爱谈得要死要活，你又没谈恋爱，你在这要死要活的干什么？我要死，谁要死要活的？那走啊！这不洗衣服呢吗？走不走，咱们都一样做，谁知道他回不回来呢？万一走了一趟又回来了，
我们在这儿多做一点事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就算他徐天以后不回来了，股份给他留着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之前不是说把他股份分掉的吗？我一个外地人，我当然这么说。你上海人，你气量跟我一样大，你真听进去了？这家伙到底哪句话是正经的？不要洗了个破洗衣机！哎，再垫着。喂，子辉。现在方便吗？方便啊。那能不能下来一下？你在楼下，你可以上来啊。我就在下面等你。行，我马上下来。新衣服，新鞋子。我要找吕总。他不在这里。我打电话，他肯定不会接。我也不知道他住哪，想请你跟他打个电话，约他出来。做什么呢？挽回 DMG 的项目，求吕总收回辞退，继续在 YDH 工作。怎么挽回？昨天我见肖总了。他在上海吗？有挽回的余地吗？见到吕总，我会跟他说的。他住在上回你帮他打扫卫生的那个房间里。那就好，我过去了。你打电话约他出来，结果我去见，我还担心他不高兴呢。子辉，能从头开始吗？不能。平心静气的想，总是有感情的。你能平心静气，我不能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。是，但不是因为辞退，也不是因为你。那是为什么？徐天，我可能爱上他了，但我更爱自己，这让我很难受。我帮你打个旅券吧。不用不用，你要想帮我就不要帮我，在吕总那里帮我就是帮倒忙。领子。我先过去了。
来啦，大小姐啊，来，把衣服给我。徐天，我们走了。去哪里？房间。哎，少仲啊，你这些都自己装修啊？自己弄便宜嘛。那倒也是哈。哎，阿姨，你要子慧的衣服干嘛呀？我明天要走了，我按这个尺寸送她一套新的。那大家要公平，天哥走了，我们也很舍不得的。哎，他跟你说他要走啊？少仲说的。天哥回盐城结婚，我们在上海做店，做得好了，给他分成。做得好的肯定做得好的，店小风水好，这个我在行。好，陈老师。阿姨，你别忘了给我也买点东西啊。你已经有了。哪里有啊？哎，我们店40多份保险，外加我的养老保险，你够不够啊？差不多够了。哎，今天晚上我请客啊，我请客。哎，我们后面有灶，就在这边弄吧。这么多灰怎么做呀？我明天就走了，晚上请你们吃好吃的啊。啊，外面吃好。去哪儿啊？想给赵子慧买什么档次的衣服就去哪儿。又不是我给她买。你少废话，开车。李总，真的是你？这身衣服挺好看的，平常没看你穿过呀。平常都上班。上楼吗？不上去了。那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有点事儿想跟您说。明天星期一上班不能说吗？明天都不知道怎么上班。照常上班就可以了。上去说吧。进来吧，你又不是不熟，来过呢。来过一次，帮您送东西。就一次，坐吧。严若洲已经把他的照片还有东西都收拾走了，现在这个房子只有我住。吕总，对不起。辞退的事吗？你不怪我就好。项目失误辞退当事人，只不过你特殊了一点，所以显得我很没有人情味儿。我不特殊，应该的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更不好意思了。喝水。哦，不喝。昨天严若洲为了你的事情又过来跟我说情，结果我们俩大吵了一架，现在两个人彻底成为同事关系了。不过也挺好。吕总，我是真心希望您和严总在一起。我们俩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和徐天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辞退的事情对你们俩没有影响吧？哦，对了，你们俩是不是弄了一个自己的小店？在什么地方？有空我去尝尝。吕总，不要叫我吕总了，这又不是在公司。
坐。倩姐，我是来向您承认错误的。我接受。但是你那个错误的后果影响实在太大。集团每周跟一次进度，前期投入那么多都下去了， DMG 突然停了，让我这个做总裁的怎么交代？开除员工只不过是个开头，要是项目挽回不了，我都有问题。下个年度要么我调走，要么我自己识趣跳槽。吕总，真的对不起。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事儿了。你也付出了代价，后面的事就是我的责任了。也许肖总气量没有那么小，还可以再谈谈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肖总的气量大，我的气量小，非要把责任归咎于你？不是，我昨天去找过肖总了。在哪里？先去松江马场，然后再去他家。你跟肖总很熟吗？不熟，见过两次。你留过他电话？昨天见面的时候留的。你本事够大的。我想努力挽回公司的项目。他答应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说的？他好像有些不太高兴，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这么糊弄过。那当然，我都不敢跟他一人半拼。但他说了，项目还是会做的。是会做，但是日期没了。他说了他会跟您联系。当然是跟我联系了。这件事情已经尽心了。项目不成，因为你的面子。项目重新成，你的面子也不够。倩姐，能不能请您再跟肖总打个电话约一次？我请客，你们俩重新谈。我到时候除了赔不是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用再操心了。星期一，辞退流程就要进入 HR， 我没有资格要求停职，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挽回项目，让肖总和您原谅我。子慧，我说心里话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性格，拼命。但有时候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太爱颜若中的家伙了，爱到恨我自己。可他又爱你，难免知道吗？难免会为难到你。但是我有男朋友，严总他一厢情愿。我信。但交易有变化，就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。DMG 的董事、主席、总裁，都是老肖，一个人80%的股份，标准的四系大款。他高兴了，什么都行；他不高兴了，什么都不行。他在哪里不高兴的，我们就要从哪里让他重新高兴起来。你明不明白？那您的意思是说？我自己去向肖总求情吗？你告诉他，外地 H 已经把你辞退了吗？没有。换公司跳槽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我把辞退改成辞职，再给你写一封推荐信，我自己就跳过槽，反而有时候挺好。我不要推荐，我不跳槽，我不想走。你火气那么大干什么？求我没办法，要有办法恨不得把我吃了吧。
要买车票了，回盐城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以后看不见你了。好了吧，跑去买高铁票了吧？喂，肖总啊。我是赵子慧，您现在方便吗？吕总刚刚交代我，想约您见见面，向您赔不是。再给一次机会吗？还在上次吃饭的那个地方好吗？要出国啊，那今天晚上行不行？吕总肯定会等您的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被辞退了。6点、7点都可以。谢谢肖总。喂，吕总啊，对不起啊，又打扰您。说。肖总刚刚给我打电话，今天晚上如果您有时间，想一起坐一坐。老肖给你打电话？是。说什么事儿了吗？可能是项目的事儿。应该是我昨天找他有用了。在哪里啊？上顿吃饭的老客乐，7点。倩姐，几号房啊？我订好了，告诉你。到底是你订的，还是老肖订的？肖总订的。发给我吧。好的，倩姐。喂，老客乐吗？订一间中房，6点半到人。我姓赵，对，来的人就说赵小姐订的就行。Thank you.
铁票。上车呀、啊！哎，你上车呀、啊！身份证给我。给你弄丢了，连车都上不去。那你还记得带来上海啊？你要听实话吧。那我是两手准备的。第一种，如果你真的六亲不认，亲妈和小丽你都断绝关系了，这种事情你做得出来？我身份证就给你，随你去。第二种呢，实现了，买车票带你回家。走，给我，先放在我这儿。走吧，妈。我现在特别烦。你烦，你烦你，你也要开车回去啊！我又不会开车。我开哪儿去啊？我。店铺啊，你不是住那儿吗？走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到别的地方坐一会儿。哪里啊？我看得到吗？我让你看到。现行啊，我都疯了。这叫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你懂？哪儿的女的？你像女的吗？你看我像不像女的？你看我像不像女的？你看我像不像？我看你像银角大王。呀，小朵，啊，来啦。材料的这样我已经跟他对过了，明天会把东西都买齐，然后下周就进装修队。少仲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帮不了你忙。啊，不要紧的，都简单活。虽然你今天话没停过，但是看在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喏，赏你的，补充点能量。谢谢壮士。小朵，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什么事儿啊？出来，快点回来干活。哎，子慧，怎么了？小朵，借我点钱。哦，要多少啊？5000。哦，我没带包。这不是包吗？
我卡不在包里啊。哎，不会你……哎呀，五千块要命的！救我的命一定还。好吧，那我去跟少壮说一声啊。你干嘛跟少壮说啊？啊，我这不刚刚跟他干活呢嘛，我这要出门，我得跟他打个招呼啊。等一下啊。车票买了，买了。明天几点？早上十点。我不能送你，要上班。不走了，我不想骗自己。不舍不得。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怕以后我会后悔。你上你的班，奔你的事业，我开我的饭店。只要咱们平时能见到就可以了。喂，总辉，你要替我想。你不走，你在，能看见你，我怎么办？倒立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，精心安排自己，全乱了。不会乱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已经乱七八糟，我要是真走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运气从来就不好，本来这个城市就没有你。红红的，多少？拿着，五千。平时哭穷，现在真拿得出。救命嘛！要不要帮忙？什么事情啊？谢了，你先去陪少仲吧，我先撤了，一定还。上海有啥好？没啥好的。你回去。回去。
少仲，开门。哎呀，这什么破车嘛！从里面根本门都打不开。阿姨，小心台阶。好，走。哎，朵儿，车门坏了有没有保险？你看我像不像保险？指甲盖坏了都要修，保险公司早倒闭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姓刀的订的座位。啊，好的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赵小姐，要不我来吧。哦，谢谢。二位这边请。你好，请问哪位点餐？哎，这儿这儿这儿，来，菜单给我，谢谢啊。刀姨啊，我要跟你介绍一下，到上海一道菜是一定要吃的。喏，就这个，特别好吃。嗯嗯嗯，给。啊，这个也是必须要点的。你刀姨都知道啊，我在家是开饭店呢。啊，我知道。哎，这，您请。菜单给我，赵小姐，我们这里自带酒水是要收开瓶费的。菜单给我，我们可以配标准一桌3到5个人5600，再好一点我自己点。嗯，好的，您请。喂，肖总啊，我已经到了。子慧小姐，我今天过不去了，我临时决定晚上陪朋友在大友轩吃饭，你转告一下吕总吧。喂，肖总，肖总，喂，吕总，我半个小时以后到。肖总来了吗？他大概半个小时到。他真的来吗？刚刚打过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赵小姐，请问可以点菜了吗？再点。